哇，好多汁。对，很专业。哇哟，这张最好吃。哇哟，对。这在餐厅一个都不便宜呢。而且有很多汁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妈妈。今天我来到的是彰化。为什么我们来到了彰化呢？因为呢，我要体验哇蛤蟆。我们今天不仅要找蛤蟆，然后还要吃蛤蟆、吃生蚝，然后吃爆王宫的美食。因为依然一直都很期待挖蛤蟆、挖蛤蟆、挖蛤蟆。啊，这是挖蛤蟆真的？阿弥陀佛了。找蛤蟆，我在日本也没有体验过，所以呢，我真的真的真的很期待。然后这里的潮汐因为很特别，所以退潮的时候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，就是可以挖蛤蟆。然后等它涨潮的时候，那里又会变成全部都是大海。哇，很期待。所以呢，今天的计划就是吃到王宫，王宫浴馆 ，Let's go。其实还蛮好玩的，只是今天有点热。对，啊，想吃海鲜，但是都是我找到的。哎，都免费的，是啊。我们捡到十颗，不错的，还好。OK 啊，因为野生的东西哦，它分布的地区跟有时候它进来的量不一定。所以也是要带有一点点运气的成分，对啊。OK， 这是我们鹅啊，太棒了，哇，好多。哦，直接吃这个。哦，有准备小生蚝，跟我们的自己找到的蛤蟆。有些，而且有它色感。哎，奶，这个是多少钱啊？挖蛤蟆的话，两个小时左右，200块一个人，随便你挖，然后呢再送我们吃。哇，那真的很好呢。还不错啦，就是有点热。那个现在就可以烤了。好，因为野生的东西哈，因为海水咸度够，所以不用吐沙。哎，养殖的你就必须要吐沙了。交给你烤了吗？那哦，小姐应该是日本人哦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我们有几颗啊？我们12颗啊，这么多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哦，很多。享受成果的时候。来吃吃看，我自己挖的蛤蟆，いただきます。すごい、满满的海的味道，有点咸，但是呢，里面的蛤蟆是虽然小小颗，但是没有苦涩里面，哎，真的很好吃。哇，好多汁，很专业。哇哟，这样最好吃。哇哟，对。那闻一下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哇，超级新鲜！这在餐厅一个都不便宜呢。而且有很多汁。请你们吃好吧。哇，好，谢谢。不会，不客气。好 ，OK。现在会敲了吗？可以哦。哇，できた。妈奶有天分呢，妈奶这开法是王宫的哦。这样一个人200，然后呢生蚝给你吃到爆，然后又负责给你这里接送，完美，好吃又好玩。